诗和来诗都是花样男子，劳诗原是歌校队的优秀种子，来诗只喜爱读书，偏偏他俩早见晚见，每日着住同样纯白衬衣。罗曼史开场于双轮的桌椅，不过二人不敢放肆，能成为密友大概总带着爱，但做对好兄弟又如此相爱，旁人会说不该，忙仍是搭膊，只有一面推开，暗里很享受，却怕讲出来，两眼即使移开转开，心里面也知这是却跟他勾过手指，来诗偏偏那样痴。终于一次，他躲过去四目对望，然后除下衬衣。迷惑中的路诗，此时先自知，因向没当这好手中女子，能成为密友。